这个烧。打算改完远直接改。四台。Hello， 我是放流的初心者查米，我是很久没晒太阳的龙爷，我是换装备的李子。OK， 那呢，因为底下观众有留言啊，他是说想要知道更多的这边的放流规矩。哦，对对，那今天就特地再来拍一次好了。好不好？ Okay. 那这次除了我们还隆重请了很多的超级重量级的来宾。哇，有谁？有 CVB， 我们的队长。耶！教练，我们每次带女生出场都会尴尬。哎呀，那我想让他们跳进来。我是季队长，教练。好 ，OK， 还有我们的 Campfire， 哇 ，Fire！ 今天一定要来这边不打龟，如果打龟，他们就买鱼给我。没问题，你免费。还有我们可以自带 BGM 的，科技爸爸。耶，大家好，托比爸。唱多少歌？你把我灌醉，100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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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我们现在有龙爷带队，有标旗队在标旗队，标旗队在，来，像他们在排队，像他们在排队的过程中的时候，有爆炸 ，OK， 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河二的地形。那呢可以看到这个题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目前现在龙爷往那方向就是排队的起始点。那边的话，我们要干嘛呢，李子？哦，我们要抛竿。对，好，让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浩浩正正的大大浪。来看一下，什么？怎么有点懒散的感觉啊？啊 ，OK， 严肃点。好，叫什么鬼啊？来笑啊！四哥长好，四哥长好。两个我就是班长，好吧？他是班长啊。我们第一位了，第一位是龙眼，然后他等一下的时候就是会站在这边。然后他等一下会实坐，然后呢会往那个烛台那边跑，然后往那边跑。那不是那个人家，那是呱呱。对。然后我们那是我们的战友。然后要过，记得一定要过这个流水，要过这个流水抛出去那边。然后之后就慢慢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先看龙眼。左线预备。好，我先上。一号选手，提绷紧一点。一号选手。好。OK， 好，拖把。然后他这时候，你看龙眼他这样抛的时候，其实他就会看那个线。各位啊，看不到。杆子，然后线在这边，线慢慢过这边的时候，他就要跳另外一个漏洞。然后看现在线慢慢带过来，所以他就要跳一个。然后现在就换我们的二号。二号。天逼的你啊！来，到这一个嘛。对。各位，25公尺啊，不及格啊，饭不用吃了啊。我装逼满把的，不要这样讲。来，用力跑就对了。往主打跑。对。可以，有过。好。好像没过。来，现在换我们的3号。哎，换我了。新兵战士新队长。手动武弹。来，手动武弹。走慢，教练。打。这一代肯定架不用放了啊。重新再训练。各位啊，看到底啊。我戴手套突然不会抛嘞，我一戴手套不好抛，把手套拔下来。戴手套了，都不戴套的啦。啊，可以。OK， 可以。好，慢慢跳。好。我们先看一下龙眼，龙眼这边说他就在拉了。龙眼，你这边200米了吗？来看一下，这时候我们的线杯应该的容量是……我原本是满的，我昨天才换线的。啊，所以现在差不多是……现在一半，还蛮多的。可能100米吧，一半是150米。对，还要放吗？继续放。来，下面一位。好露西啊，阿贝，他把我们给我们神经病。这个方向啊，对，往烛台方向跑。比点到。
看不过啊。有啊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那个够。好，就含着线让它出现吧。来 ，OK， 好。我们都已经到指定地点了，来来来来，我们要开始浪了。在距离大概是在海外200米的位置。然后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龙源它就要收200米，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等，大概又可以拉个片个片长，片个五分钟左右。放假收在五分钟。好，那现在的话，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我们的托比爸爸，最后一位，对，下面一位托比爸爸，这个烧，这个走路烧，对，冒一点，我们来看托比爸爸，这个就好了，哪一个？再往前，追出去，往前再一个。白天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正前面那个啦，哪一个啦？正前面那个啦，这个，对，你往那个跑，这个长得像烛台啊，没了，贴了，贴了，正前面，正前面那个，正前面那个，好，回来了，好，用力抛出去，啊，好，可以，啊，你已经回来了，回来了 ，OK， 这样就是不够，对，要再更远，再更远，然后到时候如果中雨的话，就会在这边起 ，OK。跟大家讲一下饵的部分啊。好，我们大概用浮水型的米诺，然后10公分左右长。那重量的话，20克以下都可以。嗯，然后记得要 F 哦，浮水型的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应该算是13公分了。那原则上的话，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是9公分，然后16克。嗯，然后这个会比较轻一点。对，看当天状况。因为我们是毕竟钓这种比较冲的鱼，然后钩子可以改粗一点。嗯，这样放流大家结束了吗？大家了解了，大家结束了吗？大家了解了。再多放一点吧，放到干杯，放到干杯哦。300米，然后掉队，不会掉队，怎么可能掉？然后被剪断了。这时候突然跑来一只马家，它咬线是不是，对，直接从中间咬，怎么可能？走。开快开壶哦！可以回去开同乐会了。好，开 party 回去开 party。颓废，我在拍你们颓废的一幕。当兵在树荫底下抽抽烟那种。那个三位钓鱼爸们，已经在休息当中了。对啊，我们打算改完远投了，直接改完远投，钓竿插着，对啊，泡起茶来了。因为我们在模拟我们在退休生活就是这个样子，就在渔港边这样。茶米已经开始闭目养神，真的超多。还有靠着，我看这个靠，还有靠脖哎。我们现在叫做吃瓜群众，你们看那边吃饭了。那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形呢？因为钓不到鱼。那跟你讲说飞扁嘛，那现在可能飞扁常是不咬，不过我这个位置是最好的，大家也看一下，大家加油，没人理你，加油。能卡辣叉，加油一个好不好？辣叉，快冲！掉蟹之一。啊，教练，给几分？87分，不能再高。查米。你要学那个基地的 MV， 那走路走回的。他不是个人名吗？啊，就这样拍他走回来了。要甩头发。队长，我这会剪进去哦。哇哦！开弓，还没你爆掉哦。站好，站，哎，对，站好。哎，四台。惊奇吧。惊奇的，
这多假啦，太假啦！啊啊啊啊！是吗？他们看到，这应该是清醒的。请问一下，头皮爸，现在心情如何？你可以面对我们四台摄影机。他感觉如何？先不要拍，不要拍，我要保护当事人，帮马赛克，不要拍，不要拍，哎，你们能感觉到我的感受吗？我到底看哪里？你要扶住，哎，你要铁板哦。对啊，他整个往下抽，哎，可是那我觉得不像惊奇耶，他的那个拉力。很难过，太难过的。阿廖一照啊，查米，托比爸。被什么剪？该清洗吧。你看，哇，好啊。请问一下你的心路历程是？啊，没 feel， 没 feel。那你要比一下。队长。为什么谁都比谁？好嘲讽哦，好悲惨啊！我们等下还看，等下还给谁？给托比爸，托比爸。那今天的话，我觉得是蛮开心的啦。虽然没有钓到，不过玩得非常开心，坐得很舒服，坐得会，根本就坐椅子嘛。对，坐一整天。好了，那最后的话，我们请达哥来帮我们结尾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已经把周围垃圾都捡干净了。那虽然是打龟，但是生化卵丝、生化垃圾，这里面应该是有大概三个飞扁的 size 啊，这是 OK 啦。好心酸，我们只有垃圾飞扁。好，各位请带走垃圾，如果可以，请带走更多垃圾。拜拜。有了，终于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